真的有一个行程，就是我要去一趟海边。去趟海边。嗯，我去趟海边。有这样的计划和安排？有这样的计划，去不去是一回事儿。去东南亚呢，还是那个哪里呢？休想泡我。安久，有没有想再去一趟？嗯，以后吧，好不好？以后安排一个速度。你马上要把我的秘密讲出来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？对。哦，我可不是品牌方的人啊。我但是我觉得，大家应该非常期待，就是露丝能够去溯源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想着要去泰国，我已经开始兴奋了，兴奋到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自己说出来了。看来是我嘴笨了一点点，我嘴笨了一点点。对，我要去泰国了。来，因为他马上要做那个侦查员了嘛，去当地就是总归要懂一点当地语言嘛，因为对吧？因为 Thailand 的 boss 现在来到现场。Thailand 的 boss 来到了现场，没错。boss 打个招呼。boss， 品牌大大在直播间。boss， 对啊，那我好，谢谢。这个旅途愉快。旅途愉快。好，拜拜。